经人体实验证实，能增加血液中好胆固醇 HDL， 防止坏胆固醇，减少动脉硬化风险。坏胆固醇会阻塞你的血管，好的胆固醇可以保护你的心脑血管。澳洲进口的高机能好固醇，经实验能提升好的胆固醇，赶走坏胆固醇，减少动脉硬化的危险。事前吃一高机能好固醇，更有助于循环顺畅，让人生危机变转机。吃好的。